今天早上校长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昨天校务会议正式的提出来明道的 DEI policy 啊，包含了多元、平等、包容啊。那看到现在世界上有一些战争，然后有包含疫情期间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以及经济变动中啊有一些不理想的事情在发生，它都跟 DEI 多元、平等、包容的这种概念太薄弱有关。所以推 DEI policy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，我们对于任何形式的歧视、骚扰或仇恨言行啊，零容忍。拒绝陷害，拒绝陷害，防范诈骗，防范诈骗，拒绝而稍行剥削，拒绝而稍行剥削，遵守。这张海报同时代表对每一位明道人的期许。其实113学年度友善校园宣导在明道，明道中学。彰化人彰化市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